大家早上好。 我在这里呢，要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座来，因为我们敬拜。当我们今天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的时候，让我们在一起来低头祷告，来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思想来敬拜。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我们可以再次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 我们也求你，当我们来到你的同在，你可以呢来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呢可以呢是被你呢接受的，也求你的话语呢可以教导我们，让你的话语可以呢。 种植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去明白你是一个怎么样的神，你是一个要我们成为你后世的真神。我们也求你到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敬拜，我们的敬拜呢是在你的眼中呢是受喜悦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祈求，阿门。 三个星期呢，我们呢读到了在圣经里面的提多书。这本书呢，就我们读到的是呢，主耶稣他如何的来到这个世上，不是因为我们所做的好事，而是因为他的慈爱、他的恩慈。在提多第三章呢，保罗呢，他写了这个书信。 是给提多的，然后呢是说到呢，上帝呢他来赦免我们，我们呢再一次的被提醒着，如果没有主耶稣来到我们的身边，我们呢没有办法呢去找到或者去珍惜上帝他的这个计划来救赎我们。 从我们的罪恶当中去救赎我们，我没有办法呢去想象我们的神呢是对我们呢是多么的充满恩典和怜悯，尽管呢我们是多么的充满罪恶，他还是向我们展现了他的慈爱和他的恩慈。我们第一首要唱的诗歌呢是说到呢上帝他这个美好的爱。 这首歌呢是很美的一首诗歌，因为呢，他说到了，他诉说了上帝他向我们显露的这个慈爱，而这个呢是超越呢是在我们一生里面的这个时间的，而这份爱呢是修复我们，让我们可以呢回到上帝的身边。 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真神之爱》的时候呢，让我们呢可以去感谢神，是因为呢是透过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我们呢可以呢去完完全全的去认知到，主耶稣他的恩慈还有他的慈爱。今天早上呢，就让我们呢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真神之爱》。 Shall pass away, and earthly throes and
将近一年了，自从你的狗狗去世，在他的他离开的时候呢，他留下了一个望远镜，还有三种不同的这个收音机给我，其中一个呢是有时钟的一个收音机。虽然这些物品呢看起来呢好像古董，但我不会感到惊讶。如果其中呢一个呢是可以放在博物馆的一些古董，虽然它看起来呢是很简单的，看起来像古董，可是呢对我来说呢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它是我公公去世前呢所拥有的。上个星期呢我们学到呢，上帝呢他把我们呢成为了他的后嗣，然后呢我们有了这个永恒的盼望。这个真理呢是很深奥的，我们透过主耶稣可以呢被上帝去更新。这个呢应该是呢对我们来说呢非常特别的，不是因为呢我们呢应当要拥有这些透过我们所做的好事，可是呢是因为呢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恩慈，我们呢可以呢靠着他的恩典来成为他的后嗣。我们下一首诗歌呢，这首诗歌呢他唱到的呢是呢主耶稣，如果没有他赐予我们的这个慈爱，我们呢就好像这个诗歌里面所诉说的，我们呢就会在我们的罪孽里面呢很沉沦，而是因为上帝的慈爱，他的恩典，他的怜悯呢，我们呢才可以呢从我们的那个罪恶里面呢被救赎，被更新。我喜欢呢这首诗歌的第二个主歌部分，这里呢所说到的，我今献上灵魂紧跟随恩主到底，我一生活着是主赞美他的恩惠，主恩洁大且真诚，我心歌唱，愿为主忠心不义以表尊敬。这里的主歌呢是非常美好的，因为呢这里说到呢不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好事呢都没有赚，没有办法去赚取这个救赎，可能是因为上帝的动工，他的工作，我们呢要做出应当的回应，成为他的身为他的子女呢，我们要有这个应当的回应，就是不把他的慈爱当成理所当然。
我们也要去回报他的这个慈爱。这样让我们一起站立来唱这首诗歌。现在我要把时间交给 Chris 牧师。谢谢 Lino。今天这个早晨呢，我们呢要学习的这个教训呢，是我们呢要为了预备我们呢去庆祝这个圣诞节。我们的学习呢是从提多书里面呢所摄取到的。我这里呢要警告你们，当然呢我们呢不是呢唯一读这个提多书而已。你们呢拥有了我的这个笔记。
你现在已经拥有一切了，你们现在呢可以回家了。当然不是这样，有一个为什么是有我的笔记呢？你们就不听了。当然不是这样子的，这里呢是要来帮助我们去明白，明白呢成为上帝的后嗣是什么意思。当然呢我呢也会呢去靠着其他的这个经句来解释，因为这个真理呢是非常的丰富的。而我们呢今天呢要去学习，当我们呢去庆祝圣诞节的时候，圣诞节呢是应该被庆祝的，是要呢靠着很深奥的这个意义呢去庆祝的。当然不是像一个古董一样，有些人呢就把这个圣经呢当成呢是一个古董，就好像是在博物院的里面的一个作品，一个古董。当然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知道怎么样的去来珍惜里面的这些内容的话，我们就不会把它当成古董了。我们现在呢要看提多书第三章第七节，这里呢就是呢我们呢要主题所摄取的这个经句第七节，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这个呢是关于到我们的救恩，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这就是我们呢要去学习到，我们呢要成为后嗣。透过主耶稣神，他如何的来救我们，他给了我们很多祝福，有时候呢我们没有去发觉到发现到。第六节这里说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加灌在我们身上的，圣灵就是其中一个爱礼，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这个呢是一个充满荣耀的一个祝福，透过我们在主里的信心，可以呢得到这个永生的盼望。难道这就是句点的吗？不是的，还有很多的这个祝福。那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呢成为后嗣。我们要去慢慢的去来解开，去知道呢里面这个成为后嗣它背后的这个意义是什么。因此呢圣诞节呢就会是一个有意义的一个庆典。尽管呢今年呢我们没有办法有这个音乐剧，然后呢没有办法去像之前这样子去庆祝，可是呢我们呢还是可以来到这里星期天来敬拜。我们可以去计划，可是我们不可能呢太长的计划，因为呢现在呢很多事情呢都改变得太迅速了。尽管我们没有像之前这样子，我们还是可以用很多的喜悦去庆祝这个圣诞吗？对我来说当然是的。如果我们可以去了解，我们再更加的去了解在主耶稣的这个圣心，我们每个星期呢去学习，去更加的学习，更加的了解，我们就会更加的珍惜。然后呢圣诞节呢它就是一个非常美好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庆祝。我们所阅读的这些经句，所唱的这些诗歌背后呢都有它的意义。如
如果你知道这个意义的话呢，它就会更加的丰富。上个星期呢，我参加了我女儿的一个节目，然后它就是呢一个那个有一个演奏，是2个小时的这个演奏，你需要买票进去的，去看他表演。里面呢有很多不同的这个乐器。Aldine 和我呢，就发现到呢，他唱的很多都是演奏了很多是古典的这个音乐，他们是诗歌，他们是基督徒唱的这些诗歌。当你去听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是诗歌了。其中一个被唱的一首诗歌呢，是基督徒的一首歌，是说到呢回天家，去与我们的救主同在。整个演奏呢，他们可以完整，可是他们不明白背后的这个意义。我就问我的女儿，你的那个演奏的这个带领者是不是基督徒？她说不是。那些合唱团呢，他们唱的歌非常好听，可是他们没有办法去理解他们所唱的这些歌的意义是什么。你有整个奏乐团，他们可以很好的去表演，可是呢却没有了解这首歌背后的意义。这是在现今呢非常现实，非常悲哀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去庆祝圣诞节，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呢去知道它背后的意义，这是非常悲哀的。所以当我们可以的时候，它呢是非常振奋我们的心的。而我所经历的这些呢，就更加的去肯定为什么我们要去学习上帝的话。成为后嗣是什么意思呢？成为后嗣，第一呢，你要先是子女，你要先成为子女。In the word heir has the whole idea of the inheritance. 这里呢说这个后嗣呢是说到呢，你可以去继承这个产业。他们呢有这个资格呢去继承，去接受这个产业，去传承。这里呢要说到的是呢，是你跟上帝的关系，是父女父子的这个关系。当我们看到成为后嗣这个道理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上帝呢他给了我们这个资格去继承这个产业。这里我们读到的，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所以我们就要开始去了解我们的救恩，因他的恩得称为义。我们没有办法能称我们自己为义，我们要如何是公义的呢？你要如何被赦免？你要被称为义。那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子去救赎我们，去称我们为义呢？就是靠着他的恩典，靠着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他的良善，他的恩典。保罗呢，这里呢就画出了这个重点。
在他认识主耶稣之前呢，这些字眼不会出现在他的生命当中。可是当他认识了主耶稣，他的字眼就变成了上帝的恩典、怜悯、爱和良善。这就是他如何的去明白他的救赎、他的救恩。上个星期呢，我们读到第四节，这就是他的开始，就是这个圣诞故事的一个开始。这些福音的这些作者是说到这些天使来去报喜，我们呢有这个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天使他们来报喜。保罗呢，他这里呢，他去讲解，他去解释在第四节，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圣灵所赐的慈爱显明的时候。这个呢不只是在历史上的，这是他的开始。是怎么样开始呢？是透过神，透过我们的救主主耶稣。而这里背后呢，是充满了他的恩慈、他的慈爱，这就是他救赎我们的原因。今天呢，我们要看第四节，我们要慢慢的去仔细的去看，慢慢的去分析。上个星期我们就读到第四节，这个星期呢，我们要读到第五节。我们说到了这个恩典，恩典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个礼物。第五节这里呢说到，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心和圣灵的更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是我们需要去确定、去肯定的。我们如何的被救呢？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意思呢，就是呢，救恩不是我们可以去赚取的，不是靠我们呢。可以呢，透过我们自己的公义去得到。它是上帝的工作，透过他的怜悯，我们因此得救。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在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呢，还是有人呢，他们去相信呢，他们可以自救，透过他们所行的公义事。透过他们所行的公义事呢，他们可以去得到救恩。这不只是犹太人他们之前所相信的，而是很多人他们相信的，在很多华人，是说他们所做的，在这个天上呢，就好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秤，但如果你遇到上帝的时候呢，上帝就会去称你所做的好事和你做的坏事。如果你做的好事比坏事多，那你就可以得救。这就是很多人他们如何去了解救恩，可是呢，并不是这样子的。我记得，之前有一个人叫张先生，我记得他如何的来到去相信我们的神。他来到这里学习，然后也开始去感恩这个信心。然后当他要被受洗的时候呢，他说呢，他有一个部分呢是他没有办法接受的，这是很挣扎的。他说，我做了很多的坏事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不知道上帝是否会赦免我。我害怕的呢是呢，我如果我去到了天上，上帝会看我所做的坏事，因为我不知道他会不会
那我就问他，你到底做了什么坏事？他说呢，他是共产党，共产党。我还记得呢，那时候呢，有一个下午，在这个房间，我就说，上帝赦免你的罪，不是当你去到天堂的时候才赦免的，而是现在、现今这一个时刻，当你忏悔，当你接受主耶稣的时候，他呢赦免你，他让你称为义。这个呢，让他呢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解放，一个释放。然后呢，他就在那个星期呢受洗了。几个月过后呢，他就得到了这个大肠癌，然后他就去世了。你看，这就是生命的这个现实，被爱的一面。对我来说呢，这个信心呢，那时候呢是多么的珍贵。我们呢，并不是因着自己所行的义而被救的，而是照着神的怜悯。我们要仔细去看。让我们呢去更加的去了解。第一是透过主耶稣所教的，第二是保罗他自己的这个生命，他如何的来去更加的去珍惜他的救恩，不是他所行的公义事。你所行的公义是没有办法让你去赚取这个救恩，而是透过上帝的怜悯。现在呢，我们要翻到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主耶稣他所教导的是透过一个比喻，他知道那里的人，他帮助他们去相信。如今呢，这个罗马天主教呢，他们呢是这样子去相信的。可是呢，我们要记得，救恩呢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所做的公义事。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主耶稣这里呢就画出了这个重点，在第九节，十八章第九节，这里读到，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这里呢，就是这个问题了。你仗着自己是义人，你藐视别人，藐视别人那些不是公义的人。这里有个比喻，说到这个真理的第十节，说到说两个人上殿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士。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奴隶，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士。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把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这就是他的祷告。不是每一个在圣经里面的祷告呢都是对的祷告，这个就是一个例子，是一个不对的祷告。不要去跟着这个祷告，这是一个不好的例子，错误的例子。
这里呢有一个法利赛人，他祷告的时候呢是充满自满的，他说到他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情，他说到他所行的这些公义事，他这里所行的公义事就是他说到他遵守上帝的这个律法。这个人呢，他自我感觉呢就非常的良好。这里呢就有另外一个祷告，是这个税使他所祷告的。第十三节，那税使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一个呢，这个法利赛人他进去呢，他就开始去向上帝呢去展现他所做好的事情，然后说呢，不像这个充满罪的人一样。他说到他自己行的这个公义时，这个税使呢，他远远的站着，因为他感觉他自己呢不够圣洁，来到上帝的殿中。他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另外一个呢是望着天的，这个呢是低头的。他说，他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就是他的祷告。然后呢，耶稣他的回应是什么？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降为高。这就是保罗他所摄取的这个教导。我们呢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所行的公义事而被救恩，我们的救恩是靠着神的怜悯。那我们如何去明白？我们如何的要在神面前呢去谦逊自己？我们要去认知到我们的这个罪，而且我们要认知到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怜悯，而不是像这个法利赛人一样很自满很自高。保罗呢他也经历，因为他曾经也是法利赛人，他也去相信自己的所行的公义。在我们要翻到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呢，他所写的这个呢，不是来称赞自己，而是他要告诉大家他的过去，所以他就提起了这件事情。第一呢是说到呢，你呢相信自己的公义。他的这个信心呢是在错的地方的。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四节，这里说到，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就是说到他可以依靠自己，或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这了。我八天受割礼，这就是他所行的这个公义的事。他遵从了这些律法。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已经完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帝说我是无可置低的。
这就是他所行的这个公义。如果救恩是靠着你自己所行的公义事的话呢，那保罗呢他就得到了这个救恩了。可是呢，救恩呢不是靠着你所行的公义事，所以还可以像保罗一样有这些条件呢。这就是之前的他，他呢所信靠的东西呢，他的信心呢是在错误的地方。我非常珍惜我的救恩，为什么呢？因为呢它是非常真实的。可是这里危险的地方呢是呢，如果呢你是一个在基督家庭所成长的，你就会把这个呢当成理所当然。上帝他没有孙女，没有孙子，他有的是儿子儿女。你要靠着，你是因为自己而来到上帝面前，而不是因着你的父母。然后呢，最后呢，他就来到上帝面前，得到了这个救恩。第七节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废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圣因信神而来的义。Which is from God by faith. Now, this is what it means to be justified. 这就是说到呢，你如何的呢，因恩典而得称为义。God's the righteousness that comes is from God. Puts it inside you. 这个公义呢，是需要上帝呢，透过信心来放到你的生命的，而不是靠着你自己。Well, this changed his life.这呢就改变了他的生命。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当我们呢要结束今年的时候，我们要回到我们的救恩，我们要回想到我们如何有这个救恩，我们是如何开启我们的这个救恩之路的。透过了这么多年，保罗还有记得他的救恩吗？他是仔仔细细、清清楚楚的记得的。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这里呢，就是他们去思想到他是如何被得救，透过上帝的恩典，还有他的怜悯。他的过去是因自己而得称为义的，透过他的背景，透过他知道的这些律法。可是呢，在心灵深处呢，你知道吗？他呢是充满罪恶的。你没有办法呢，从罪恶里面呢去自救，去拯救你自己。And it can be disguised in even religious so-called practices. And then he was right. He says, 在二十六节 ，This is what he did. 这是他所做的。在第九节 I must do many things contrary to the name of Jesus. 我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纳撒勒人耶稣的义。Right? That Jesus and his followers were wrong. 他相信呢，主耶稣呢，还有他的跟从者呢是错的，门徒是错的。所以那时候呢，他是
强逼迫这些基督徒的。在十一节，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逼迫他们直到外邦的城户。然后呢，在十四节呢，这里呢就说到呢，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他当时呢并不知道这个主，他并不知道这些证据，他觉得他自己是公义的，可是他连主是谁他都不知道。然后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个对保罗来说呢是非常真实的。十六节，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这就是他的一个开始，他的这个蜕变，他的这个改变，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这就是他之前在黑暗中，现在呢，你经历了这个光明，你得到了启示，你现在呢要被差遣去帮助别人，你要将他们眼睛打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人的人同得基业。得蒙赦罪，这是救恩呢，是上帝他所展现怜悯的一个行动。在之前他没有办法呢去珍惜这个救恩，因为呢他是靠着自己行的公义去得这个救恩，可是他是错的。他之后呢了解了是因为神的恩典还有他的救恩，上帝呢向他伸出双手去赦免他。这就是他如何的来找到他的信心，得到他的信心。当然也没有因此而停止。你的罪现在受赦免了，就不是说到呢，你还是和以前一样。你得到赦免了，你的生命会有改变，你的生活会有新的意义。你会有一个使命，你会有一个呼召，你要成为那个见证，你要帮助别人从黑暗转向光明，你要帮别人从罪恶转向神明，让他们也可以得到这个赦免，让他们也可以成为主神的后嗣，让他们也可以有这个基业。所以这里呢是保罗，他明白第一，他已经经历了神的这个救恩，神的怜悯在救恩中。第二，他也经历这个恩怜悯，知道呢他有一个重生，有一个新生。尽管他是很不配的，可是他还可以，上帝还可以给他这个新生，让他去服侍。他有这个荣幸，这个怜悯，成为上帝工作的一部分。还有更多吗？当然有，就是成为上帝的后嗣，然后你得到这个基业。
你有这个怜悯，在你的救恩，在成为他的后嗣，他的子嗣里。这就是他写给提多的时候，他要去教导提多，他要去提醒提多的。这就是救恩。那我们如何的要做出回应呢？第一，就是保罗他从来没有遗失他的焦点，在他的救恩当中。你是在成为基督徒多久了？你可以说到很多年，可是你是否已经有遗失了这个焦点，成为上帝的子女？你有一个使命要去完成在这个世上。我们呢会迷失，如果我们没有小心的话。我们是上帝的后嗣，他的子女。保罗呢是从来没有遗失这个焦点的。他会带给我们呢很大的这个意义还有喜悦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他会不断的去诉说。在很多年后他依然的去诉说，这个已经成为了他的生命的一部分了。你看保罗是靠着上帝的怜悯，他所拥有他所做的一件事情，他没有说他所做的事情因此让上帝赐福于他。他说的是什么？说的是上帝的怜悯。我们今年所经历的真的是透过上帝的怜悯的。我们之前没有办法来到这里去敬拜，我们要在线上敬拜。我们是如何经历这些到现在呢？是通过主耶稣的恩典，这些呢是超过于救恩，是让我们呢可以呢成为他的门徒，我们成为他的后嗣，还有更多的。这就是我们呢可以去发现，当我们仔细去看我们的救恩的时候，对我来说呢，这是充满喜悦的。当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每一次我们去唱这些诗歌，每一次我们去说到我们的信心，这个应该要去振奋我们的心的。因为呢，这些话语背后的意义是非常私人的，是我们靠着上帝的怜悯，我们可以得到这些，拥有这一些。我们不能去说到我们所行的公义，我们能说到的是什么？是说到他的怜悯，去说到他的恩典。当我们回看的时候，我们非常感谢感恩上帝所赐予我们的怜悯。你是从哪里开始的？有些人在几年前，有些人是在几年前 Ed 呢，他是在70岁的时候，70岁的时候他才开始。他现在呢在老人院里面呢，疗养院里面呢来服侍，去分享福音。我看他的生命，他的生命就见证了一切都不会太迟，迟到好过没有到。有些人他们觉得自己年老的没有办法帮助别人，没有办法鼓励别人，没有办法呢把人呢从黑暗转向光明，没有办法把人呢带到上帝的身边。你可以的，你要去分享你的信心，好好的去分享。你不是说你自己，而是说到上帝的恩典，他的怜悯，赐予我们的恩典与怜悯。我们得到了救恩，我们是怎么样被得救的？我们怎么样成为他的子女？这是我们要去分享的，在这个圣诞。每一年我们都做了这件事情，难道不是吗？也许之前我们有这个音乐剧，我们有那个机会
可是呢，内容是一样的。今年我们会不一样，可是呢，内容呢是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富裕的。你要去珍惜你的救恩，你要去回想，去思想到你的救恩，去重新的去读提多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是通过上帝的慈爱被得救的，而成为上帝的这个后嗣。不是透过自己行的公义事，而是透过他的怜悯、他的恩典、他的良善、他的爱。这就是他的道理，为什么上帝呢给了我们，赐予我们这个救恩。这就是他背后的原因，这是非常珍贵的，我们所拥有的这个神。当我们尽管是多么的不配得的时候，让我们呢可以呢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去相信他。我们的这个边境要开了，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计划，可是我们要去相信主耶稣的这个恩典，可以带领我们，可以去帮助我们去面对我们的未来。这是上帝他会为他子女所做的。如果我们身为父母，我们会为我们的子女做到最好的事情，那么我们天上的父呢，他这么爱我们。当我们呢是充满罪恶的时候，他都向我们展现这个爱，难道他不会继续在我们身边吗？让这个话语可以在我们心里刚强，再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现在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呢我们可以去重新的去阅读我们的救恩，让我们呢紧握着这个充满荣耀的这个救恩。我们是透过你的恩典、你的怜悯得救，而不是靠着我们所行的公义的事情。我们所行的公义事呢并不非公义，而是透过你的恩典，你会洁净我们的心，从这些我们所做的这些错事、这些罪孽的事情，你来赦免我们。你没有呢去向我们去刑罚我们、审判我们，而是呢向我们显现你的怜悯，让我们不把你的怜悯当成理所当然的。让我们所做的一切呢是可以呢去荣耀你的。求你赐福于我们，当我们结束这个敬拜的时候，奉主耶稣基督祷告祈求。我这里选了这最后一首诗歌呢，我们要去好好的唱这首诗歌，不要把它唱的好像是一个古董这样子。你唱这首歌，你是带着很大的意义去唱这首歌，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后嗣。这首歌是成为我意象，让我们能带着喜悦的心去唱这一首诗歌。不要迷失焦点。当我们面临生命上很多的挑战的时候，我们要继续的去依靠它，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不是我们如何的来去成功，而是去相信上帝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动工，去相信他会去洁净我们，让我们成为特别的子民，去热心为善。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站立唱这首诗歌。诗歌第382首，成为我意象。
亲爱的上帝，我们感谢你。没有我们的感谢，没有办法去表达我们对你的感恩。你对我们所展现的怜悯，来让我们得救，把我们从黑暗转向光明。我们曾经呢，是多么的自满，在我们所行的公义事上面，以为我们是公义的，我们呢没有去发现我们呢是多么的充满罪恶，而你呢还会因此呢去赦免我们，去救赎我们，让我们呢可以逃离这个罪恶，回到你的身边。你会带领我们，因为我们是你的子女，你会继续的教导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后嗣。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呢，去更加的珍惜我们的救恩，让我们更加的去爱你，也求主耶稣的恩典会带领我们，会指示我们，来鼓励我们的心，也求圣灵呢可以充满我们的心，我们的灵，让我们可以生活靠成为你的子女，去过一个充满荣耀的生活。奉主耶稣之名祷告祈求，阿门。现在呢，我们要在这里祷告，在我们呢去领我们这个午餐之前，我们也要感恩，我们呢可以有这个午餐团契呢，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怜悯。